么你唱歌会是大白嗓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持住歌唱的状态。这条练习就是来练习大家找到歌唱的状态，并且保持住歌唱的状态。大家一定要点赞收藏哦。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要保持住惊讶的状态，因为惊讶会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腔体。我们做一个惊讶的状态来试一下。你看，你在惊讶地吸了这口气的同时，你会感觉你的嗓子眼、你的鼻腔、你的脑袋、你的胸腔全部都是同时打开的。我们来感受一下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腔体才是打开的。我们唱歌的时候要保持住这个腔体，我们跟一段音乐来练习打开腔体并且加以保持。